另外，还有一个免费的体验活动，包括竹编，吼、哦，
包括我们的竹炭除臭包的一个 DIY， 请记刚刚咱画出来我们的吉祥物，你现场定点做一个拍照打卡，我们还可以送好礼。其实上次去到关庙，看到他们的箩筐宴，就已经觉得垂涎三尺了。啊，今天来到龙旗，要看到我们的这个龙旗煮好，对我们家叠贺啊，对我们家祝贺哦，而且呢宴席。刚刚跟区长请教，六十桌，一桌4000块，结果2个小时内就订完，两天就订完了，可见大家喜欢吃的不止我一个。